一九一一年后，有玄奘口述，他的弟子辩机和尚记录的《大唐西域记》在长安问世。因为古代的印度，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这样一个民族，它很多的这个文献都已经消失了，没有什么记载。 所以我们经常在研究古代印度的时候，发现古代印度的历史是漆黑一团的。所以这一部书，一问世以后啊，就在唐朝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啊，那么对后世的这个学术界来讲啊，各国都非常重视，翻译成了大量的外国文字。 直到今天，《大唐西域记》依然是研究新疆、中亚和印度史的重要著作。我国的这个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啊，他讲啊，他说还没有见到一部有关印度问题的书，没有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做太子时，他的母亲长孙皇后去世。 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思念母亲，所以就挑选了晋昌坊这块颇有风光的地方建造了慈恩寺，为母亲追荐冥符，为自己寄托哀思。慈恩寺位于长安城东南，与大明宫遥遥相对。唐代长安有108个坊。 其中晋昌坊的一大半是慈恩寺，占地面积300亩，13个院落，各殿屋舍1897间。因为玄奘法师的缘故，慈恩寺内建起了气势非凡的翻经院，成为皇帝亲命的国立佛经驿场。公元648年12月。 太宗皇帝任命玄奘法师为大慈恩寺上座，下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50名大德和200多名高僧协助玄奘译经，举全国之力来支持他翻译佛教，也表示了唐代这个社会是包容的，是开放的，这皇帝是胸怀开阔的。 玄奘就职慈恩寺的那天，举办了盛大庄严的入寺仪式。长安市民倾城出动，争相观看。装载着玄奘法师从西域带回来的经卷、绣像、舍利和经幡的车队，依次从道路中间通过，后面是50辆坐着高僧的车队。 京城的和尚队伍手执香花，紧随其后，然后是文武百官的队列。道路两边乐舞相伴，仅现役的彩车就达1500多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尽头。太宗皇帝则带着皇太子和后宫嫔妃，在安福门楼上手执香炉。 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导演的这场盛大的入寺仪式，把这个异国的文化来在中国来传播，而且能够进入老百姓的眼中，进入老百姓的视野，进入国家的视野，取得了皇帝的支持，这种能力是难能可贵的。4年后的公元652年。 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来的贝叶经、佛像和舍利，玄奘奏请皇帝后，依照印度佛塔的样式设计并建成了大雁塔。大雁塔在慈恩寺内，所以也叫慈恩寺塔。当时建成的只有5层。 各层存放着经书、佛像和10000多粒舍利，在大雁塔南门两侧的龛洞内，分别存放着太宗皇帝亲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高宗皇帝撰写的《大唐三藏树圣记碑》，俗称二圣三绝碑。
层佛塔后来经多次重修，称为七层。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雁塔几度衰败，又几度兴盛。到了明朝，这座大唐遗物又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风貌。明朝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6年元月，陕西关中地区呢发生了8级以上的大地震，大雁塔建筑呢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坏。又过了半个世纪呢，到了明朝万历32年，也就是公元的1604年，大雁塔得到了整修。整修时呢，采用了当时建筑上很考究的磨砖对缝的砌筑工艺，啊，将唐塔的表面呢由下至上整个包裹了起来，加上了厚厚的一层砖。这次维修呢，好比是给唐塔披了一件铠甲，使大雁塔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慈恩寺最初的缘起是关于家园的温馨和母亲的慈爱，所以它没有像大多数名刹古寺那样隐匿在深山，而是显山露水的深居闹市。它的家园特色与魅力于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凸显出来。原本为了藏经而修建的大雁塔，慢慢的演变成登高揽胜之地，多了另一层文化的意味。中堂以后则用来标志官员仕途的晋升，又多了一层政治的含义。唐朝新科进士及帝后的首次庆祝就离不开慈恩寺，他们在曲江参加完皇帝恩赐的宴会，就聚集到慈恩寺灯塔题名。如果仕途得意，官高任重，就会像衣锦还乡那样再到慈恩寺，把自己原先用墨笔题写在塔砖上的名字涂成红字。起初呢是在塔内的墙壁上题，后来呢又扩及到塔院的四壁。在这个古都长安的这个雁塔题名活动呢，虽然延续了1000多年，而这个进士题名呢仅仅延续到唐末。啊，唐以后呢，长安不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因此呢，在长安仅仅是陕西、甘肃两省的乡试举人效仿这个唐进士这个雅举在雁塔题名。雁塔题名活动呢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因为慈恩寺是家门口的游览圣地，所以达官显贵、文人骚客一年四季来往纷繁，题诗不断。有名望的诗人相约灯塔吟诗，于是就有了雁塔诗会。翻开《全唐诗》，诸如慈恩寺看花、慈恩寺避暑、慈恩寺赏菊、慈恩寺观雪之类的内容没不胜数。灯塔远望，华丽壮美的长安街景尽收眼底，但对于像杜甫那样饱尝忧患的穷愁诗人，并没有看景的轻松和快感。顺着塔内的楼梯盘旋而上，感受到的是仰穿龙蛇窟，就像是在龙蛇的洞穴里攀爬。登上大雁塔后想到的也是君看隋炀雁，各有道良谋，意思是你看那些随着阳光飞行的大雁，个个都有自谋生计的打算，以此表达他对当时唐朝官员的看法。那个时代，慈恩寺标志着荣耀和风光，是欢聚与送别的理想之处，所以人们在记忆友谊、怀念交往、感慨人生时，也忘不了、放不下慈恩寺。白居易29岁那年进士及第，是同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参加完由皇家组织的游宴庆祝活动之后，他得意非凡地留下了"慈恩塔下啼鸣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慈恩寺因此成了诗人一生中引以为荣的地方。有一次，他收到元稹寄来的梦游诗，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不禁大为惊叹。原来在他游览慈恩寺的当晚，远在四川的挚友元稹就梦见他在慈恩寺游玩，于是寄来了这首诗，这成了大唐文坛的一段佳话。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母亲还在。那这一次来，因为我母亲她已经往生了，来到慈恩寺就让我觉得跟母亲的那一种爱又在连接在一起。因为大恩寺是纪念母亲的一个家事。我是波兰人，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旅游。以前呢都是在书上或电影上看到这些中国古老的建筑、古老的事物。这次来呢，就是想亲身的体验一下这种中国特殊的氛围。Inside there's still that peace. 玄奘译经十九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00多万字，是中国古代翻译佛经最多的人。他在慈恩寺任职与译经时，每天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起床后先诵读梵文经典，然后用红笔勾出要翻译的内容。如果白天因寺中事务耽误了翻译，必定在晚上加班把白天没有完成的内容补足。讲经传法之外，如果有官吏来寺内求问请教，他就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事君尽忠，临下慈爱，用佛法开导这些官员，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做事，抱着慈爱之心对待治下的百姓。玄奘法师在慈恩寺11年后，自觉时日无多，于是奏请朝廷离开长安，带着翻经僧去了远在深山的玉华宫，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5年。太宗皇帝对玄奘法师恩宠有加，关怀备至，他曾经让皇家作坊专门给玄奘法师制作了一领名贵的袈裟。公元664年，玄奘法师的遗体从玉华宫运回长安后，在大雁塔停留了3天，已与慈恩寺及僧众永别。据说当时遗体上覆盖的就是这领袈裟，这领象征着玄奘功德圆满的袈裟，伴随着玄奘，直到玄奘法师安葬于白鹿原。这里是玄奘法师最后的归宿地，兴教寺地处樊川，遥对秦岭，池塘河渠相望，桃李稻麦交织，有着浓郁的家园氛围。公元664年，玄奘圆寂，唐高宗黯然悲叹，朕
是国宝矣，国是栋梁矣。唐高宗李治与这个唐玄奘呢，这私交很深，感情很深呀。当时唐玄奘陵墓葬于这白鹿原的西半，面临产河，当时那个地方叫云经寺，这个地方就是云经寺这个地方。因为在他陵墓上面建立一座是白塔，每天早一起来一看朝阳的时候，眼望东一望，就看见这座白塔，就不由得就伤心落泪。五年后，唐高宗下诏，将原先葬在产河东岸白鹿原上的玄奘陵骨，迁到西安东南20公里的少陵园畔，建五层砖塔安葬。在12年前，在慈恩寺建造大雁塔，大雁塔初建时就是五层，所以给唐玄奘建这个灵骨塔的时候，也是缩小版五层。一年后，又随塔建寺，取名兴教寺。玄奘当然是在唐朝时期，应该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皇帝最信任的。这样一个能够处理和朝廷关系的这样一位高僧，那么而且这一位高僧在唐朝时期曾经和这个统治者的交往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如何的能够这个发挥宗教护持国家的这样一个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兴教寺屡遭兵火，又数次重建，1000多年前的原貌早已不复存在，只有玄奘及两位弟子窥基和原侧的三座舍利塔留存至今。窥基是玄奘的嫡传大弟子，他成为高僧的经过颇为传奇。窥基原名尉迟道宏，是大唐名将尉迟敬德的侄子，左金吾将军尉迟敬宗的儿子。有一天，玄奘法师偶然在长安街上碰见他，就断定他能传扬自己的佛法，于是去求他的父亲，征得同意后，就将窥基收为徒弟。可是这个他不愿意出家，他一提不能断男女，二不能断婚姻，三还不能断这个午后还要食，这是佛教的三大戒啊。但是唐玄奘都一口答应，可以，这样就他出家了。所以他出家一车常常是一车男女，一车酒肉，一车经书，所以人始终把他叫三车和尚。后来的事实验证了法师的眼光，窥基17岁出家，就一直跟随玄奘法师。25岁时开始参与易经，50岁时死在易经院的书案旁，是玄奘最为得意的弟子，被后世称为慈恩大师。易经成果说这很卓越，特别在著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他被称为白部书主。他公元682年，他这个是这个圆寂后也葬在这个玄奘旁边，作为弟子葬在玄奘旁边。一指三藏学性相，三千土里绝等伦，亚圣具体比言子，穷源尽性同大军。这首诗对窥基与玄奘的关系做了概括与评价，大意是在玄奘法师的众多弟子里，窥基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修行也到了大师的境界。唐玄奘这个塔的另一侧是侧室塔，下边葬的是原侧高僧原侧的灵骨。元策是新罗国王的孙子，15岁随遣唐使来到长安后，就留在了这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唐玄奘取经归来之前，
元策已经是名满长安的高僧了，他常住西明寺，在长安最高的那个寺院云济寺修行过。元策精通和熟悉梵语、藏语、汉语等六种语言，与玄奘亦师亦友，见树颇丰，后来被称为西明大师。圆寂之后摆了最早他藏故是在东都洛阳，葬在香山寺那边，后来人到了大约到了宋朝的时候，人又把他的灵骨一部分迁过来，也葬在旁边，所以这个塔你就叫侧石塔。玄奘与窥基、元策这师徒三人把死后的家安在了一个院子里，而且还受到了后人的认同与膜拜，这种生死不离的关系正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清教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资源就是玄奘的全身舍利，我们把它叫全身舍利的一个供奉地，以及玄奘的两大弟子的这个舍利的供奉地。所以因为玄奘以及其两大弟子，所以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唯识宗的祖庭。青瓦红墙的新教寺，翠绿掩映，房前屋后种菜种粮，院里院外鸟鸣花香。那前后殿宇与东西两排僧舍刚好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四合院，说它是家园是别墅并不夸张。这种充满家园风格的院落融进这片村舍满布的乡野，显得格外宁静。大雁塔修建后不久，又一座佛院高塔矗立在唐长安城的外郭城，与大雁塔遥相呼应，形成了长安城中有名的双塔景致。小雁塔是如何修建的呢？那里又有些怎样的故事？请收看《家庙》第三集。